办理时间根据例关注重庆交通广播955出行指南，这一段我们带来施工方面的信息。由于对山立交至江北城立交路基地派出重置的需求，江北交通指南今天还不来呀？哪个最后来哪个付钱喽？师傅快点来，师傅那是重庆的嘛，你打个车不是跑过去快点儿。两个都不吃，那是为了吃剩了的。